ันนา成冤那那那那那那出了那不断之事，常言有道，是非终须有，不听痴言无。大姐开门，大姐开门，大姐开门。边个啊？宋大爷回来了。个死老鬼啊，早翻前翻啊，叫门见到地白天崩。大姐。
大姐，乜今日好似贴错门神咁？唔同阿大爷，我担张凳。好笑啦！我都唔惯担凳俾人坐嘅，再唔系你咪请多两个工人咁话咯。喂，大姐，话晒我都系乌龙院内一主人喎，衰到连坐唔系都要自己担凳啊嘛？乜有钱容易使死人噶？早知系咁啊，我就唔受你嗰啲刻薄嘅心恩啦。真系陆文婷睇相，唔衰自己攞嚟衰。喂喂喂，你尊重下人格好噃，大姐。往日我归来，你欢天喜地嘅噃，何以今日我归来，你会嬲成咁呢？冇啊，我边度有嬲啫？只不过面口木咗啲都唔顶咧。开讲都话人各有心，事各有志啫。大姐，你无需把心事隐瞒大爷。我尽知你的聪人。哦，大爷能够知道人的心事，咁岂不是犀利过诸葛先生？失礼失礼啊！嗱，大姐，你若无心内事，又何故会生真啊人？咁咧，等我猜下你好嘛？好，咁你咪猜下咯。待我来猜大姐为何事，五中气愤，莫不加事。大爷，你猜错了，我记得你仗义收留我朝如晚玉，我好多谢你添。不过咁啊，就算食龙肝凤胆都不过如是啫，宋大爷。哦，猜错了，哦，再猜。是曹衣裳，不那合马李身。宋大爷，你又猜错了，我有仗唔完嘅绫罗绣缎，我好多谢你添，时时都做咁多新衫俾我着。不过我物无所用啊，吓，好似坐长监咁坐，我着俾边个睇啊？吓，我着。俾呢个死窿鬼睇啊！又唔系，哎呀，好，我再猜，莫不那是街坊乡里们全心作紧。处唔嚟啊，宋大爷！大姐好人品，使乜讲啊？咁就又猜错。
好，再猜。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哦吼，莫不那是，不那甘心终身侍奉老人，我年纪令你真。识娇，宋公明，阎婆识宋哥，拜了千人，我把你个王八蛋！呵呵，估唔到我花了许多钱财，只落得个乌龟王八。宋公明啊，你真真是好人，难错了啊！马二成啊，你严啊识叫啊，无此前那人啊，相当年你为个女，你流落他乡你严咩亲啊？做兵阿姑啊，可怜他思难成念啊！你丈夫阿妈耶，神你在啊长街，无人咧问，五时卖到啊，跟黄嘅分，眼送光啊上前，将你嘢问，赠银咧百两，双黄嘅身。可怜你母女两人无依奔，乌龙啊院内养差一群，谁料你负义忘恩，翻张谋啊怨恨。爱情
全无，难怪我对你就冇情感啦。只不过话晒啊，受个你恩，否则我赶你啊都有份啊！点啊？人多清足就蛇鱼口，黄蜂尾后针。这两般又未毒，最毒就苦人心。我不敢怨他人，只怨就自己太过笨。我睇你一定系有新欢，唔系又点会恶成咁呢？喂，我嚟啊问你一声啊，呢间乌龙院内边个系主人呢？讲啦嘛！哎呀，睇错你咪咁沙尘，你咪咁沙尘，岂能干涉我嘅权衡？我纵然有新欢，你都亦难过问啊！西得乌龙院内，你系主人。但啊，金屋今时就冇离婚啦，皆因我将屋契写我系主人啦、皆因你怕老婆，请你立即离开燕南啦。呸！一梳妻妇何足恨呢？何恨冷雨苦命人不就而行啊？不问啊，不问啊！锁什么？想咁快就走人啊？你想点啊？真系好笑啦！丈夫一落千金，如何方信任？除非你誓愿，呸！誓愿万万不能。来苦笨，笨告三方中啊凌晨，倘若眼宋江将未恨，黄沙盖面啊尸首相分，路匆匆啊将路人。死老鬼走咗啦！走鬼咗咧！哦，走咗咁就安乐咯。啊，个衰鬼啊，留咗个公文袋添啊！诶，咩嚟噶？鬼嚟嘅先。诶。
我知道。咩嚟噶？书信喎，睇紧唔紧要先吓？睇过。哎呀，原来只衰嘢咁大嘅胆啊吓，居然私通梁山嗰班贼人！哎呀！就话唔使呀真，我同你搏命啊，今晚你呀温，就算温埋一嚿，就不理呀佢死呀人，我哋揸住呢封信啊，嘿，佢就话有派呀真，今回轮到佢。就怕我哋三粒一个分，大可以打开呢道门啊，就公开来烟啊银，今晚汤街兼杀鸭，就快些去酬神那一个呀家。唔好鬼唱啦，快啲去汤街杀鸭啦！写啖先，写啖先。快啲啊！哎呀！
你不是走了的了咩？是。为什么又回转头啊？没错，我回了来。回来做什么啊？我漏了些东西。漏了什么啊？公民袋。哦，是不是经常挂住在腰间那个富贵袋啊？正是。咁紧要嘅嘢都会跌得到嘅，好彩我帮你执到啫。嗱，俾翻你下。对我假情假意，今日看来果然是真。我大姐，袋里还有一锭黄金呢，代代平安啊！本来就交予大姐，本来。大姐，袋里还有一封书信。哦，是不是那封咁长咁阔嗰封啊？冇错，冇见到啊！大姐，分明在袋里，又点会唔见嘅呢？好紧要噶。平安，书信而已。平安？你唔使呃我啦，嗰封分明系梁梁先生写嘅信啊！你睇过？使乜讲？大姐。念在往日的情意，你就把它交还于我。得不得？我一定会俾翻你噶，不过要同我做个了断咁话先。乜嘢叫做了断？亏食衙门饭，咩叫了断你都唔识啊？即系叫你死休书啊，蠢材！呸！你非我妻，写乜嘢休书啊？咁你写唔写啊？唔写。好，唔写咪唔写咯，咁失陪啦。哪里去？瞓觉咯。好，我与你写。你我写？我与你写。你我写。写不成了。点样写不成啊？我文房四宝呢？边话冇噶？你来看。你早有此心，早有此心，久有此意，久有此意。好，我与你写，你我写，我与你写，你我写，我与你写，你我写。我写，讲。立休书人宋公明。立休书人宋公明。
叫妾颜色娇，幽妾颜色娇，妾啊！好啦好啦，妾就妾，幽妾颜色娇，任凭改嫁妾。张什么？工长张，因为蜡烛张，难为你张得开口啊你！哎呀，死啦！口坏坏咁快就讲鬼咗出嚟添，唔使惊。佢都仲有把柄喺我手入面嚟，任凭改嫁张文宇。呀呸！你可嫁尽天下人，但但就唔可以嫁张文宇。好啦，唔嫁咪唔嫁咯，有乜问题啫？不过咁失陪啦，打你去。我与你射，你我射，我与你射，你我射，我与你射，你我射，射！任凭改革，张文远。使乜讲啊？我阿妈教我噶。我呸！相送功名，一不忧妻，二不卖子，打乜嘢手指模啊？好啦，唔打，唔打咪唔打咯，咁失陪啦。哪里去？瞓觉啊！我与你打，你我打，我与你打，你我打，我与你打，你我打，打！宋大爷，你辛苦啦。啱先唔该晒喎。如果冇咩事咯喎，失陪啦。唔通又系瞓觉？今次俾你猜中啦。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我怎么不是呀？你若果不把书信交还与我嘛，交就是交啦，不过不在这里交给你啫。哪里交还？成语大堂。
运城县大同，他师龙，飞龙，师傅，飞虎，难道佢吞咗我宋江？不成！飞龙飞虎，你都要惧怕佢三分。冇乜嘢，你唔通你想闹我？嗯，我不闹你。你又唔系想闹我？唔通你想打我？我又不打你。Thank you.